家人们下午好，下午好。这个高冰的这个猛猴哈，这个卡通版的这个猴子哈，高冰天然底，高冰天然底的一个猴子，一个猴子。厚度也是相当厚的啦，金膏不是一款薄薄啊、哦、然后很冰哦，这个很冰哦，这只猴子。然后自然光视频哦，颜色稍微比较淡的啦。食物哦，食物的颜色会更接近那个天空蓝啦，天空蓝。然后这个猴子哦，你来看这个猴子哈、哦，雕得很萌很 Q 啦，就是那种 Q 版的猛猴哈、哦、，Q 版的猛猴，而且雕工很好哦，雕工非常非常好，非常不错。然后这个种水你看哈、哦，哦，这个种水哈、哦，水头非常好啦，非常好。这个如果做个造型哈、哦。镶个这个 18K 金的话齁，哦，它这个价值感就出来咯。当然裸石佩戴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厚度还有这个尺寸齁，圣公娃那没事啊啦，嘿，已经不小了啦，尺寸不是那种很小的那一种那个。很漂亮啦，很漂亮，实物真的很漂亮。这个视频哈、哦，拍起来都是还是没办法拍出实物的那个质感啦。对这个猴子的这个题材有喜欢的家人哈、哦，就直接去拍啊、直接去拍哈、哦。欢迎家人来结缘哦。